听到 why？ 创意 ，why？ 好，没有错。好，那这一题呢，我要送比较好一点的。有没有人吹行动电源啊？有，都无声，你们无主持，比我更无声。好，来，我们要送行动电源。然后这一题就是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的大四区，我们的中华电信699的专案，月付699，送网内200分钟。现在呢，展场加码多少钱的通话机？主持人手上这个超级无敌高级的行动电源，就要送给现场一个朋友哈。我们只要喊一次，等下主持人会说我爱你，帮我喊中华电信的时候，那个信要拉长，中华电信。好，拉那么长好不好？拉呢越长的那个人呢，我们的橘子就会选一颗，好不好？选一颗你最爱的，长得跟你一样的橘子。好，然后回答加码多少钱？好，就一次机会，来，你站中间，我帮你站到后面，要左右边都有看到哦，你知道吗？坏人都可以橘子来当。来，我爱中华电信。帅哥，请问我们这次699的方案，那个牌子收下去，展场加码多少钱？900块，恭喜你答对了。还有谁没拿到小礼物的？我看看，来，我们这几个拿出来。好，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介绍各位，有谁可以告诉我呢？我们中华电信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呢，我们有一个什么 M 什么 D， 让大家可以随选随看，而且呢，不用再等到哎连续剧错过时间 ，DVD 要还，以及我们每个月比你的第四台还便宜，是我们这次中华电信的什么的方案？什么？好，在最后面看，好，三个英文字，我们有这个方案，有这个平台，好不好？来，要一样哦，主持人说我爱包含中华电信，我爱中华电信，来选一个。是有什么平台 ？MOD 没有错，来继续送。那请问大家最爱的电信叫什么电信？选一个最浪费的送他。好，再一次，我爱中华电信。好，你最喜欢什么电信？中华电信没有错。那大家有谁可以告诉我们呢？我们这次中华电信除了 MOD， 还有2G、3G 以及699中华站，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光世代？什么光世代什么东西？很简单，讲太大声，旁边都听到了。什么 HiNet 的光世代？我们有一个什么光世代？网络品质最稳、最棒、最赞，大家呢涵盖率最高的是什么的光世代？一样，我爱中华电信，我爱中华电信。来，帮我选一位。来 ，HiNet 的光世代好棒哦，真的没有错。好，我们小礼物收进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送给一下大家一个这个，然后好了，送一送送，这样一组好不好？来，这题有点难哦，谁可以告诉我，我们今天众多不管是 MOD 二 G 三 G 699678，或是呢我们的哈密，我们的书城，请告诉我你最喜欢中华电信的哪一个？我们今天优惠的方案，告诉我一个就好。一个就好，主持人刚才讲那么多，最后一题了，好不好？一号主持人说：“我爱，大声的喊中华电信，我爱中华电信。”来，你选一位，你最喜欢我们今天中华电信的哪一个方案？699专案，那他我们今天展场里的话有加码多少钱通话金？500，你确定吗，美女？确定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好啦，不要再。哎，哇，这个真的要送吗？我可以自己拿回家吗？来，现在这颗呢，一样是行动电源，超大颗的。大家有没有手机常常没电？有。那有没有人想要换手机的？有。有。那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的 iPad 跟苹果全部都有在做优惠，以及呢，我们刚才主持人前面讲的，我们的光世代好礼三选一，我们手机也可以折价2000元哦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想要看手机，想要买手机，想要换网路，想要换 MOD， 想要二 G 甚四 G 的，要来到。哇，你们好棒哦！没有错，而且我们看到现场我们展场大回馈，你购机我送礼哦，众多好礼就在中华电信。好，这一题超简单，真的我没有问过那么简单的题目。这一题就是，请告诉我你最支持我们的网络涵盖度、速度、品质最稳定的电信是哪一间电信？答案讲出来了，后面的人就知道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在后面一点，我们要听到全部的人员，这是最后一题哦，都要听到我们的声音了。所以主持人会喊我爱你，要大声喊中华电信，信要拉长音，这样就好了。最后一题哦，我爱。
服在上面。来，你往前一点，来，你对着我的麦喊说，你最喜欢的电信叫什么名字？一二三，真的是，来，恭喜你答对，给个掌声好吗？好的，我们下一场舞台活动一样在整点的时间。那喜欢我们的 MOD 或是二级甚至级或是我们699专业的，可以你面前有我们专业的人士来为您做服务，以及呢我们专业的同仁们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考选购最棒呢、最好、最稳的网络服务品质，就在我们的中华电信。我是主持人丁丁，谢谢。